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。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饥饿龙啊，看到了吧，老头，我已经弄到了吉隆了，花了一点点时间，以及刻了一点小小的金币啊，没有啦，老头是买那个这边会有一只什么猪天使哦，给那种特价礼包啦，大概也是花了几百块吧。啊，我觉得到后面可能就开始要花个几千块了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就尽早把这个系列结束也好。这是为什么我不想要玩手机版啊？手机版啊，不如玩 PS4， 可是 PS4 还不赶快出啊！真的每一集都想要再抱怨一下，为什么没有 PS4 版本呢？难道他们是手机版要先海削一笔之后呢，再来给你用那个 PS4 版，跟饥饿杀一样？据我所知，饥饿杀是出最早的版本，再来是饥饿杀进化出完之后再出饥饿杀世界吧，好像是这个样子吧。啊，管他的，反正呢，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就是要玩我们的吉隆。然后呢，你会看到说啊，这只吉隆呢，它还是 end 这个体格哦，它没有办法去撞那个铁板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能去的地方应该也是就差不多那些了，好不好？要到下一集把我们的烈焰弄出来，才有办法撞那个铁板，才能去新的区域。哦，那我们装备的这些宠物都差不多哈，就是这个可以看到有没有？这一只下面这一只啊，昨天抽这个免费。啊，免费的这个红蛋抽到的很爽，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再来抽一次吧，来吧，可恶，没有发光，普通的，可恶，哇，降低地雷伤害，完全不想要，而且后来老头发现啊，最难获得就这三只，他这三只是要用金色碎片获得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右上角，我们金色碎片只有五片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是要用金色碎片才可以获得啊，什么带回礼物、吸引猎物、飞行炸弹，不知道强不强。然后像这种像这个无限充是在圣诞节才会出现，才可以使用。然后大部分的都是用蛋，有一些是季节限定的啦。哦，当你看到这边下面显示这个有纪要的，全部都是季节限定。像这个巴丰特，这小巴丰特，啊，它是春季才会出现啊。大家跟我们讲一下这些怎么获得。哦，玩这个饥饿杀里面可以获得，哎呦，我没有玩欸，抱歉，哈哈，居然还有这种鬼东西，好啦，算了，搞个游戏吧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了。啊，对，等一下，先给各位看一下 skin 吧。哦，他这边呢 skin 呢神龙，哎呦，布利亚帅哦，七龙珠里面的，然后呢，烤吐司机。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烤土司机是什么意思。哦，长山赵子龙没有啦，乱讲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用那个 skin。然后大致上加能力好像都是大同小异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来吧，我们准备开始。体型大，血量初始应该蛮多的吧。啊，滋啊，有啦，血量初始蛮多的啦。我们的吉隆速度也蛮快的啊，可恶，那个 L 的龙才可以吃，这 XL 龙才可以吃。哎呀，看得到吃不到啊！我不知道这款游戏有没有办法像之后的那个饥饿杀世界一样，可以把小颗炸弹吃进去。哦，那就很酷了，会真的非常的酷。哦，看来不能吃，把它吃掉，啊，就不用那么麻烦，还要闪它。啊，升级了，然后又头晕了。Oh my god！ 而且呢 ，N 属性的龙啊，像我们这吉龙 N 属性的嘛，它好像。还没有办法对抗那个僵尸龙哦，相信各位看到前面那几集，老头就是被僵尸龙咬下一级必杀，必须要强化的烈焰奔腾才有办法秒掉哦，所以我们遇到他还是要避退三射一下，
啊，真的要逼退三色，不然被弄到就直接死了，会直接死给你看。啊，为什么撞不了？啊，一样老样子撞三次，老样子，可恶，这个一样撞不了。我想哭，我想哭也哭不出来，怎么撞不了？哎呦呀，炸弹啊！哥布林城准备要喷火了。啊，这把剑我想捡起来啊，不给捡呢。那把剑到底藏了什么？哎呦，宝箱。水啊，刚好烈焰奔腾，好爽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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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撸到了，好痛！哇，好痛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是，哎，为什么是吃不到啊？算了，那个角度我居然吃不到，哎 ！Oh my god！啊，为什么我刚刚一直碰到炸弹啊？难道说我现在这个是炸弹会自己往我脸上塞吗？啊，我看到炸弹情不自禁会冲上去，以为是一体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啊，你看，啊，为什么？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，看到就想去戳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不行，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能再这样子胡闹了。我不能再胡闹。欸，下面有一个，一般的龙，不是僵尸龙啊，不是僵尸龙就还好啦，啊，僵尸龙就比较麻烦了一点。哎呦，宝箱，好爽。哦，又一个啊！有没有办法连开呢？啊，来一个连开也不错。我们现在开了几个宝箱啊？四个宝箱了，是不是？中不了，四个宝箱。中不了。这只吉龙撞的那个角度怎么那么烂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哎，不管了。哎呦呀，差一点！哎呦，吓一跳，会是僵尸龙升级啦！啊，不要逼我！不过我是觉得啦，吉龙就是 N 体型里面最后一只嘛，所以说它的数值基本上都还蛮优越的，不管是移动速度哦，冲刺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冲刺还是蛮弱的。哦，冲刺一直以来都还蛮弱的，没有谁比较强，没有什么冲刺填装速度变快之类的，没有。目前好像我还没有装这个宠物，这个宠物吧，所以说我觉得冲刺还好。但是呢，机动性我觉得机动不错，哎，真心觉得。来，走吧，我们准备去下一个区域了。绕过去吧 ，nice。这边应该到哥布林洞穴吧？有，要切图了。我们稍微看一下，没错，我们稍微没错，就是这里。换图 ，nice。哥布林洞穴这边很多陷阱哦，蛮挺危险的。为什么是从那边下来？哦，哥布林矿坑，对啊，没错，哥布林矿坑。再看一下地图。我居然快死了，什么鬼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为什么我一来到这边我就快死 ？Oh my god！ 我不服，没差啦。看一下经验值，哈哈！噔噔噔，我刚才升了三等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马上获得这个，刚没注意看自己升几等了，
感觉蛮猛哎、欸。好、哦，我们升了三等，没错。那我们再升了四等才可以解锁。哎，麻烦死了。不行啊，现在不能都在花这种钱买这种 skin 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只我保守估计可能要50万吧。哈哈哈哈。啊。然后在后面再大佬一、二、三。啊，三只大佬，这三只大佬玩完之后呢，最后一只咪咪的龙，啊，完蛋了，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是说要氪金了是不是？是吧？好吧，再打一局哈，不管了，打多少算多少。嗯，到时候那些宝石啊，我觉得就存到一笔数量之后，试试看直接买好了。哦，又买的也不错啦。就不会浪费时间，不然那宝石留着干嘛？抽宠物啊，也不是不行啦。但是我觉得宝石留着可以拿来，可以拿来那个，可以拿来买龙，也没有说不好啊。因为毕竟后面就是这样子啊，麻烦啊，对不对？你还要在那边把它练满等，然后你才可以解锁下一只哦。解锁下一只又很贵。根本没钱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冲到底！哇！冲到这边来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！哎呀，融化嘞！呵呵，成功！哦，这个地方是要用那个烈焰奔腾的火焰把它喷到融化哦。啊，融化进来之后就这个样子而已。啊，这也没什么。算是小彩蛋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小彩蛋？我也不知道。快吃，快快吃吃吃！我要吃吃吃，我要吃吃吃，给我吃吃吃！我们又来到这边来了，我要吃吃吃，我要吃吃吃，吃吃吃，吃吃吃，我的吃吃吃，我的吃吃。撞死你了！哈哈哈！哦耶！辣椒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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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我们再去一次矮人矿坑好了啦，好不好？突然想去，突然又想去矮人矿坑了，但要屁哦！我看一下地图啊。矮人矿坑的话，这个下面，这下面可以，没错，就是这个下面。而且这边的右边，算了，我觉得那边我们该去的都去过了，往那边走也没意思。走吧，去矮人矿坑，再去一次，我就不相信。冲啊！有有有 ，nice！ 哎，不要等下过个图，我又要挂了呢。他的过图不会让生命暂时停止啊！我怎么感觉刚刚那一局我一过去就，我的血怎么变那么少啊？看来是有让时间停止的啊。啊，为什么我刚刚扣这么多血？难道说吃这些东西不会补？你们这么苛刻啊？有寂寞的苛刻。有，好吃好吃。哦呦哎呦哎呦哎！啊，这个超痛啊！这个机器人，洗呢，快跑哦！很痛。不过把它打死呢，可以获得很多。等一下 ，Oh my gosh！ 哦耶，差点就挂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那吉龙的攻击判定真的很难抓呢。不是我要讲，怎么可以那么难抓？吉龙的攻击判定怎么会这样子？太诡异了吧 ！Oh my god！ 冲啊！烈焰奔腾！呀，是呢，是呢，耶、yeah ！
好爽啊！我靠，超大哥布林，这哥布林怎么都咬不住？那不是哥布林的兽人啊，那已经不是哥布林程度了，那已经是兽人体型的，你知道吗？哇塞哇塞，会主动攻击，又是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的，哎呀 my gosh， 撞 ，nice， 越来越上手了、哦。越来越上手了、哦，我们往这边走看看好了。哎、欸，这边不给过去啊 ！Oh my god， 超痛！等一下，那个是僵尸龙，不要靠近。我们不要靠近僵尸龙，很恐怖的。那没体力啊！吃吃吃！哦，吃啊吃满。这边有没有路？这什么东西？啊，那是火焰喷射啊！Oh my god！ 僵尸龙在我们这里，快跑！那个是一击必杀、欸，我们不要那边作死好不好？好吧，哥，我们别作死了，各位别作死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是不是绕回来了、啊？辣椒，啊，怎么辣椒只要加那么一点点而已啊？我记得辣椒至少要加三分之一啊！哎呦呀，这个痛！吼吼，差点被压成肉饼哦！肉饼啊，我来了！哎呀，为什么要这么贵？为什么要这么贵啊？啊，愤怒，愤怒的宣言！为什么要这么贵？为什么这么贵之愤怒的宣言？哦，这个地方其实我挺少来的，所以说我根本不知道这里会有什么啊，通通都是凭感觉乱飞一通。哦呦，不错，哎、欸，秘密探索，秘密探索是怎样？这里我没有来过、欸，哎，我还真不知道这里是干嘛的。可是我没有那个，等一下我刚不是要逆向而行吧？我看一下，啊，这边来过啦、啊，秘密是在上面啦、啊，哇哇哇哇，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 ，Oh my god， 别啊，别，哎、欸，任务完成哎、欸，存活12分钟，哎、欸，我超强的哎、欸，我天啊！Oh my god！ 哇，我们现在才升了2等半而已，哇，淹到哭死了。好吧，我们就尽量存一下我们这边的金币跟我们的这个钻石啊，来为下一只做准备，希望来得及啊。啊，他应该保守估计50万吧，我印象中有观众跟我说是要50万的样子吧，好像是要50万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存到50万啊，没有办法的话，可能就稍微。用宝石去换一下金钱吧，一直这么做啦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抽签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那下一集呢，一样我们就直接跳到猎龙这个地方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就会有新的区域啊，各位稍微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，以及就是呢，记得加入我的这个 NoNo Life 的这个平台啊。老头最近呢去这个 NoNo Life 那边做直播哈。然后呢，不定期12345，哎，12456，老头都在那边做直播啊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那边做观看。记得下载 NoNo Life 啊，登录我的这个 ID 啊，记得按这个追随。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见面喽，拜拜。